各位现场的贵宾朋友们，还有一起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开心的大家莅临亲子剧场，欣赏我们的 Alessandro 桑德罗先生的音乐表演。那今天晚上呢，除了有我们的桑德罗先生呢亲自来到现场做演奏之外呢，还有两个非常特别的表演团体，请大家敬请期待。那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有在网络上面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上面看到这位呢总是跪在地上表演的艺术家，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场表演，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做拍照以及录影。那这也是我们的桑德罗先生第一次来到台湾来做巡回，这是我们的第三场，也是我们的最终场，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一同共度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那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首个要邀请到的这个团体呢非常特别，它是台湾的首支女子鼓乐团，有非常活力四射并且呢热力四射的表演，希望大家呢可以呢举起你的双手一同呢来欢迎他们。 Hotspar 有我们的团长花格格、萧莹，团员芝芝、芝毅、Judy、九弟、Mandy、曼蒂、小曼，一同呢共同带来了这首热火，掌声欢迎。
是不是非常的热力四射？是不是非常的青春洋溢？哇哦！其实呢，我们的 Hotspark 这次呢也是跟着我们的桑德罗先生首次的巡回表演。那其实呢，我们的每一位团员呢，在这个鼓艺上面的学习都是从零到有，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呢，真的是非常厉害。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热力四射的开场。好。紧接着下来呢，哇哦，有这个非常厉害的团体要为各位呢介绍这个花响鼓乐团，创立自2015年，由我们的团长萧颖呢以所带领，以花这个字为发想，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团体呢能够借由音乐将花的一个多彩多姿多义给传达给观众。那响呢是指鼓声中的一个声声响，希望呢以鼓呢来感染喜欢表演艺术的朋友们对音乐的热情跟支持。那我们的团员呢也非常的多才多艺哦，包含呢我们的流行编曲、舞蹈、美术创作呢，都通通在里面。那由我们的团长花哥哥萧颖带领行进鼓、小扑、爵士鼓、明翰、电子鼓、佑曾，以及我们的大鼓双胞胎嘉康、嘉玉，要给各位一个不一样的太鼓呈现。请各位举起你的小手，掌声欢迎花响鼓乐团。
请问演出精彩吗？是不是很棒？哇，我都看得目瞪口呆。哇塞，太鼓、爵士鼓、舞蹈这三个东西的完美结合，真的就是这场表演了。我真的没有想过，原来呢，我们的传统太鼓可以跟现代的爵士鼓结合得这么的完美，而且呢，每一位的表演者都相当的卖力，在舞台上面可以看到他们那样热爱表演的一个神情，还有这样喜爱舞台的一个精神，非常的棒。好，如果喜欢我们花响鼓乐团的好朋友们，也欢迎呢到我们的 FB 来做一个搜寻。紧接着下来，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要来了，没错，就是我们今晚的主角桑德勒先生。那在表演开始之前呢，主持人葵葵呢想要在这边呢讲一下我对于桑德勒先生的一个小故事。其实呢，应该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桑德勒先生呢是来自于秘鲁一个比较穷困的家庭。那因为呢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呢，他一路呢旅行到了波兰，在波兰开始发迹。那其实他的表演中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穿着一身传统的印第安服饰，那总是呢画着这个脸谱呢跪在地上演奏。那其实呢这三场表演，主持人葵葵也跟这个桑德勒先生呢有一个小了解。我问他说，你喜欢台湾吗？他说我喜欢，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人很友善，而且台湾的食物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其实桑德勒先生呢私底下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很亲和的一个人。虽然他在舞台上面总是呢非常的庄重的样子，但是他的私底下呢非常的可爱。那其实呢这次来到台湾呢，桑德勒先生呢也跟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朋友呢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也希望呢让大家呢更加的认识我们的桑德勒先生。好，那今晚的表演呢，我们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网络上面非常出名的这个 intro， 它是我们的前奏，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鹰之歌，还有我们的祖父胡阿玛尼以及彩虹的颜色。那在前面的几首歌呢，桑德勒的表演呢会跪在地上，那也是一个比较平缓一点点的节奏。等到后面呢，我们会看到了桑德勒先生呢可能会站起来，或者是可能会有不同的肢体表现，请大家可以尽情的期待。那我们就再次举起我们的双手，邀请今晚的主角亚历桑德勒，掌声欢迎。
Thank you. 哇哦，各位有看到现场的这些乐器吗？其实呢，在我第一次见到桑德罗先生的时候，我有问他说：“哎，这些乐器是你自己做的吗？”他说：“对，每一样乐器都是他自己制作而成的，像是这个会发出声响的这些铃啊，其实也都是他们当地家乡的树上的果子，他自己把它摘采下来之后呢，把它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乐器。那他跟我说，其实呢，这些乐器都是他的宝贝，他每一次呢世界巡回到了哪里呢，都一定要把这些乐器呢带在他自己的身上。那其实除了这个呢，他的排笛啊，还有我们会看到这个可以发出这个声响的这个青蛙啊，跟这个猫头鹰啊，也都是上次呢在一期直播，他还亲自的在我们的观众面前来这个给大家示范一下如何操作这个乐器，非常的可爱。那其实呢，桑德罗先生，大家可以感受到他在表演的时候，是不是好像置身于在这个森林当中，有一种非常强韧的自然的生命力。那桑德罗先生呢，其实自己呢本身呢也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所以呢他的这个演奏啊，还有他的乐器都是使用最原始最天然的东西，就连他刚刚发出这个鸟叫声，有没有发现那个鸟叫声非常清脆而且很响亮，那个呢其实呢也是一片小小的铁片而已哦。当他把这个铁片放在舌尖的时候呢，可以贯彻云霄到整个剧场都可以听得到这样子的鸟叫声，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特别。那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艺术家呢他贯彻始终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的演出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孤独的牧羊人》《红山的夜晚》以及《我要找到你》。再一次掌声欢迎亚历桑德罗。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桑德罗先生的肢体语言也是非常好哇，跟着节奏一起扭动，就像是我们那个过往在这个印第安的舞蹈，或者是我们的印第安的部落，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呈现呢、哦。那刚刚其实呢，主持人葵葵呢在后台有偷偷看一期直播的观众朋友们的说啊、哦，哇，天哪，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演出，能够在一期直播看到这种要售票等级的演出，真的是太幸运了，而且呢也大赞今天呢我们的收音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真的仔细呢来到现场听，跟我们在这个网络上面啊，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上面啊所听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在侧边的这个台面我都觉得说哇，那个
流水声，我们的这个乐器所发出来的流水声，好像真的是有那个溪流在你旁边这样子一个非常清脆、非常响亮的一个声音。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相当特别，我们要邀请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大家有没有带手机？有吗？我看到有没有带手机？好，打开你的手机的手电筒。待会的这首歌呢叫做《萤火虫》，那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视频上面看过。今天呢，我们就要用我们台湾人的精神，让我们的桑豆勒先生呢感受一下台湾朋友的热情。有，我看到了，我看到一只一只的了。哎，不够多，不够多，我要满满的萤火虫，我要满满的萤火虫。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哇哦，好漂亮哦！哇，有有有有有。待会呢，桑豆勒先生出场的时候，要让他看到在这个亲子剧场里面，每一只手机的灯光都代表着一个台湾的观众朋友，有吗？好，还有吗？还有吗？有，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好，非常好，举着你的手机，我们就要用这点点的星光，再度欢迎我们的桑德罗先生，来，掌声欢迎。Thank you.
Thank you.
来做一个订购跟购买，谢谢大家。
在一分钟之后开始，谢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地英豪的演奏会的现场。刚刚呢，我们这个 announce 不小心延迟了几秒，是不是让大家以为现场要什么样的惊喜发生了？有吗？或是觉得说桑德罗先生是不是要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小惊喜、小这个小 surprise？ 好，那接下来下半场呢？没错，桑德罗先生要给大家更多的惊喜、更多的经验。那下半场的演出呢，大家会看到一个比较气势磅礴、比较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音乐表演呢。那待会呢，我们要演出的曲目呢，有我们的《日出》。蓝天还有一首非常轻快的签证。那说到签证这首歌，刚刚主持人葵葵有说到哦，我们的桑德罗先生呢远从秘鲁来到了波兰，在波兰开始进行演奏，所以呢当时对他来说能够拿到一张签证开始在这个世界做巡回，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珍贵并且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眼里，签证可能就只是一个手续，必须要出国的一个证明，但对于桑德罗先生来说，签证不仅呢是一个他飞往他的梦想舞台的一个票券之外呢，也是他展开他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巡回的一个启程。所以呢，签证呢，你可以听到一个非常欢快、非常愉悦的一个节拍跟节奏。那也继续的来欣赏桑德罗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掌声欢迎。Thank you.
Thank you.
哇哦！为什么说我们的桑罗先生是大地英豪呢？有没有在他感觉这个在演奏的时候，都有一股大地的热情在里面，感觉好像置身于森林当中，置身于自然当中。那他的这个演奏呢，也可以呢动，也可以呢静，有时候呢也可以来一段舞蹈哦。所以呢，我觉得桑罗先生的演奏呢是非常具有多变性的。好，那紧接着下来三首歌呢，是桑罗先生呢本人非常喜欢的三首。一个呢是我们的《圣人之歌》、《高原》还有《散步》，让我们再继续掌声欢迎桑罗先生，掌声欢迎。Hey, yeah.
Thank you. Gracias. Thank you.
Thank you. 진짜 잘하셨어요. 好，最后一首歌大家猜到了吗？没错，就是呢在网络上风靡流传的最后的墨西哥人。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我们要来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版本，相信现场都有听过我们的原版，有在网络上看过最后的墨西哥人的请举手好吗？哎，好多哦，非常多耶。那过去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最后的墨西哥人，今天呢在现场我们要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融合版本。那向各位介绍，我们今天要以太鼓加上乐曲的方式来做呈现，由我们这一次本次的这个演奏会的制作人刘杰成先生呢，他找到了来自于这个日本的太鼓团的这个野武士鼓团的团长卡瓦哈拉桑，跟我们的哈斯巴克团长花格格萧莹四位共同一起联合创作一个全新的版本。所以现场的各位朋友们非常的荣幸，也非常开心，你们是第一批呢看到这个独一无二的创作版本，也希望呢过去的这4500万人次能够在今天的特别的创新版本可以再一次创新高。那我们再度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偶像，我们的 Alison Lau。
家，精彩吗？厉不厉害？太厉害了，天哪，我也看得目瞪口呆，实在是太有力道，太有敬畏了，非常的厉害。好的，那欣赏完我们最后一首墨西哥人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场的演奏会，那其实我们的桑罗先生呢还有准备两场安口曲，但是呢要感受到台湾朋友们的热情，你们还想不想再听？好，没问题，那我们就继续送各位两首最后的歌曲，大鱼海棠还有漂亮的女人，最后掌声再欢迎 Alessandro。Thank you.
Thank you. Gracias. 哇哦，大家今天还过瘾吗？过瘾吗？不过瘾。好，今天呢非常开心的大家呢莅临我们的演奏会。那主持人这边呢，仅代表印象帝国股份有限公司、咖啡堂国际有限公司以及仪式秀泰的文创娱乐，感谢大家呢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支持我们的演奏会。那到这个尾声呢，最后呢还是要再邀请我们今天非常优秀辛苦的表演者呢再度来到舞台上来和大家说声谢谢。那首先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这个我们的女团女子鼓团哈斯巴，掌声欢迎！呜，最热情、最活力奔放的女子团体，每一位都是超级大美女。喜欢他们的，记得呢到我们的 FB 的这个 follow 一下这个 Hot Spa。好，以及呢，刚刚呢在第二首大家看到都非常喜欢、非常奔放的花响鼓乐团，掌声欢迎！哇，一身劲装，帅气的帅哥男子团体，真的是说我们这次呢两个团真的是男的帅、女的美，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好。再来呢，就是呢，我们这两个团的共同团长，也是我们花响鼓乐团的艺术总监。刚刚呢，大家看了他的表演，一定都是目瞪口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萧盈花哥哥，掌声欢迎！哇，超级厉害的表演者哦，在这个鼓的面前呢、啊，真的是一个大老大哦。哇，还有人亲自献花，谢谢你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实在是太耀眼了，太厉害了。好，今天呢也有非常多我们这个花响鼓乐团的这个迷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现场来亲自支持哦。好。那还有一位呢，也是一样非常特别，从日本远道而来的这个野武士的鼓团的团长，也是一样又帅气又迷人，让我们掌声欢迎卡瓦哈拉桑！呜，哇塞，型男来着啊，太帅气啦，又会帅气又会打鼓，实在是非常的有魅力。哇，也是有人亲自献花哦，来到我们的台湾呢，就是要来给大家呢一个不同凡响的表演。好。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我们的桑德罗先生。大家今天欣赏了这么多他非常厉害的乐曲，还有演出，最后大力的掌声欢迎 Alexander。